节，我今天还特地穿一身像红包来跟大家拜年。对呀、啊，其实今天大家开心就好，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就但是在电视上唱歌，而且唱一整首的压力很大哈。对啊，我就刚刚其实已经去上厕所上了十次了吧，因为很紧张，然后就很。嗯，不知道说在镜头前唱歌是这么困难，这个压力跟你第一次当主播比起来怎么样？我觉得更难呢、欸，更难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真的没有想过说有一天会在大家面前唱歌。嗯哼，你最想听谁的讲评？我觉得一定要听韵玲老师的讲评，因为这首歌是他做的。嗯哼，小林老师，这首歌的节奏是很适合你今天这样子的。可爱的，对俏皮的，对对对，所以给了两分。对，然后这首歌的其实它也不是很好唱，老实讲它也不是很好唱。对，它中间有转 key 啊，也不是很好抓。但是我觉得那个稳定度，当然你已经在跳，就跳舞跟唱歌加在一起的时候是真的很难，蛮难的一件事。对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小胖歌组就是。什么叫小胖歌主？因为还有另外一位胖哥，就是马爷，我都只给了一个灯。对，是坦白说，就业余的表现来看，你真的唱得不错。可是我又怕，因为有小胖歌主的马爷在，所以他会说我言不由衷，你知道吗？你怕就被人家说反对对对，所以就是给一个。不，我坦白说，王源给我印象很深刻。刚刚即使在这个后面擦肩而过，你还是真的叫了我一声，所以我绝对愿意再给你。叫一声有一分哦，非常有礼貌，真的只是擦肩而过。人格这样就看得出来了。然后那马爷是一分的坚持是？我决定还是不要被美色所迷惑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小胖组呢加了一分，那我也加了一分。OK， 没关系，现在分数也蛮高的了啦哈。如果说真的要这个过关的话，小胖组已经给完分了，那杨培安还是坚持一分，就是说副歌反而比较不好，主歌比较好。可是有一点我要加分，因为他其实这首歌是范晓萱唱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的造型有给有小魔女的味道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再加一分，哇，好。哎，现在平均分提高了很多。那Raju 老师也给分给很高，三分。从今天所有的参赛者，他是最用心在打扮上面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是过年的节目，所以他有非常切合今天的主题。可是红色的衣服很难穿，红色的衣服你很难找到很漂亮的。那他又衣服的款式又切合歌的主题，那他整个人的表现在台上看起来很舒服，所以我就给他三个。而且其实现在分数已经不低了，你还有加分题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准备了就是国标舞的恰恰。要换衣服吗？对对对。请期待王艺人的加分题。广告后换装的艺人将会带来一段超火辣的性感恰恰，超级星光大道 Top 4。性感恰恰即将登场，加分题。谢谢哈，好，王怡人呢？这个在这边已经过关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给分最高的是小林老师，加上来，好喘。我刚刚就还很高兴的提醒大家，要不要给分啊？他每个人都是这样，目瞪口呆。你就是好不好？对，小胖没有吗？小胖没有。好，那你刚刚在干嘛？快点，我给你机会。就是好不好？我言不由衷。啊，小胖老师。评分一下啊！没有，我其实特别注意到你们刚才在这个预备的时候，男的 dancer 的眼神非常的好，他们好像跳这样的舞蹈是。你有看到男 dancer 的眼睛？坦白说，我一直在看男 dancer。都没有
注意到我？有，后来注意到你了，发现你的眼神其实还是有一点飘移。他们跳这个舞蹈的，其实眼神是非常要这个聚焦的 ，focus 的。我跟你讲，他这种最可恨，明明就想吃豆腐了，还要装老学究。怎么吃豆腐？有没有？还装认真这样？对，而且讲话一定要那种。对对对对，明明已经满心欢喜，还要强作镇定，有没有哈？马爷上最卑鄙、最下流的。马爷，那你来评价一下来。我觉得，因为这个舞蹈我不是非常的懂了，但是呢， uh-huh. 就是男舞者跟女舞者这样子看起来的话，我觉得他的动作其实并还没有非常的到位， oh. 因为在节奏感上面，我觉得你可能要多训练，因为那个节奏感，这种国标舞它的节奏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发现你很多的点并不是在那个位置上面。你看我比他诚恳多了吧？我是真的是专注在别人的舞技上面。你没有看到男 dancer 的眼睛吗？我有啊，我还跟小林在讨论呢。真的，他眼神这种真的有在看，有。好啦，我们在这边看到你已经过关了，恭喜你，也可以来掷骰子。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好，王艺人可以得到多少的红包嘞？请所有的参赛者都再度回到我们舞台上来。刚刚王艺人指出一万块，在台下已经在二碗，差点受不了的就是何荣啊，值了两次，都是明年再来以及明谢惠顾。对对对对，不过说真的，今天真的要谢谢大家了啦，哈，真的在这边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讲最有效果的是哪一组，大家来这个个别谈一谈，好不好？杨培安，你觉得？非常特别的。哦，壮壮跟这个汉典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哦，你觉得他们真的很棒，真的很厉害， okay, 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表情，都是一等一的，真的抓得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那马爷认为最有效果的，只能选一个。壮壮汉典。哇，两票了，谢谢。马爷，那你最喜欢？刚我问你，你最喜欢他模仿哪一个角色吗？我啊，我觉得模仿 Dennis 那个真的很好笑。哎，还有那个 Maggie 哥哥也很好笑。对对对对对。Maggie 哥哥的那个特色到底在哪里？他稍微鼻音要重一点，然后他就是讲话讲什么都觉得很好笑。我俩的 chit chatting 啊， chit chatting， chit chatting 啊，叫我人用精啊。很棒很棒，两分了。小林，多选一组的话。很难选，我实在是很难选呢。我可不可以不要选？一定要投这一分呐，好不好？我掷骰子，可不可以看？那你这一票不投了是不是？不投。好，因为我还有一个红包发给他们。小胖老师，我想投给这个润润。哦，润润，对，那他的确是非常值得鼓励。其实你是想一反刚刚说的肮脏形象，对不对？喂，小女生，我这么辛苦建立的一个评审，了解他了。我们会把它剪掉了，真的，我们开玩笑的啦。所以你是投给润润的，我投给润润，谢谢，因为值得鼓励。很值得鼓励，非常有潜质，加油，好吗？谢谢。OK， Roger 老师的这一票，我也给润润。啊，对，谢谢。因为他好认真啊，对。OK，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，两组可以平分这个红包。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新年快乐。好，我想非常难得的是大家能够齐聚一堂，最后还是免不了的，我们要说几句吉祥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泽莹。我祝大家在猪年，荷包像猪一样胖嘟嘟满满的，好，肥肥满满。来，我们就二人组，壮壮跟汉典。我祝大家健康如意。健康如意，好，来。我祝大家在这个猪年里面呢，能够呢，马吉哥哥心想事成，能够心想事成啊，就去加干单啊，就菜头。啊，跟你讲啊，就是很高兴啊，新年快乐啊。润润，来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，然后每天都可以很开心。好，还有何荣，那是要用哪一个人来祝福？都可以，李敖大师也可以。李敖大师，祝大家猪年诸事平安，因为平安就是福。谢谢。来，嘉文，其实我也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身体很健康，然后很平安，很开心。好，来刘真，那我在猪年呢，就祝大家诸事大吉，然后也祝星光大道收视长虹。谢谢怡人，我要祝大家在猪年呢大吃大喝，也不会变成一只大肥猪哦。耶，好棒啊！好，
在这边谢谢观众朋友的支持，过了年还是要继续支持我们节目。当然我觉得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，除了导播、摄影师啊、灯光啊等等之外，还有我们的肥猫咪咪流浪大乐团，以及我们的评审团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明年见。下周同一时间准时开唱。